关于这段录像内容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因为大家都看得懂。录像出处时间和地点未知，但你能从这些标志建筑大致识别出具体位置。放大后，飞行物底部有一些竖纹，中间是一个明亮的半球体。你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是用来干什么的了。一个长条状的物体缓缓上升，随后被吸进了飞行物之内。不确定该物体形状是不是个人，关于录像也没有其他可用的信息，所以录像的真实性请自行判断。